假如你的老师是零零后，打小报告片。隔壁班方子欺人太甚，王鹏召集黑虎帮所有成员办他。黑虎帮集结完毕，阴道人数三人，实道人数二，还有一个上哪了？说是去厕所干饭，还没回来。那不管他了，臭家伙，跟我走。好嘞，走。啊、你俩完了。老师，王鹏去找隔壁班方子干架了。你好像那个阴阳师，明装暗装还搞不完了，干就干呗，干完好叫家长。嗯，不对，学生怎么能干架呢？我让你抄家伙，你拿筷子干啥呀？王鹏，你俩给我站那！为什么去找隔壁班疯子干架？他把我从便利蜂买的零食给拿走了。就这点小事至于吗？这是我在便利蜂上给你俩买的零食，你俩拿去，一会儿上课偷摸吃。这回给我个面子，就这么算了吧。那行吧，我就放他一马。但你记住了，我不是放马的，下回方子再不知收敛，别怪我们黑虎王不客气。老师，得亏我打小报告及时吧，你奖励我啥呀？我奖励你语文书抄100遍。